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，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止，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。孝者所以事君也，悌者所以事长也，慈者所以始众也。康告曰：如保赤子，心诚求之，虽不重不远矣，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。一家人，一国兴仁；一家让，一国兴让；一人贪利，一国作乱，其机如此。此谓一言愤世，一人定国。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，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，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无诸己而后非诸人。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御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故治国在其齐家。诗云：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，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宜兄宜弟，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。诗云：其仪不特，正是四国。其为父子兄弟族法，而后民法之也。此谓治国在其齐家。